收到你的电话，没想过多年后我们再联络。你说 How have you been， 一句问候就扰乱我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诉说，我们的生活都已变化太多，那些炎热了我们的回忆，随着电话铃声响起。守候，多想再次听到你专属的 ringtone。